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。爸被开除了，回来就打了我一巴掌。我本想缓解一下气氛，说爸你饿了吗，我去煮东西给你吃，结果说成了爸你是不是没吃饭。 Oh my god。这个人说他要用纸巾打断筷子，我不相信，表示质疑。现在开始。哇哦！你先帮我拿这个气球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你看我的手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呀？啊、六脉神剑！哇！你怎么做到的？给我看看来。我手上什么？啊！妹子，小土块啊！双击，红心点点。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我们一起学蚊子叫，一起。我要吐槽下我家的秤了，我上完厕所之后去称，还重了一斤，还重了一斤，还重了一斤，我他妈是去吃屎了吗？排练有你们这么排练的吗？每一次都在徘徊不安中坚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本次航班，我是本次航班的空姐明炫。为保证您乘坐本次航班的舒适性，请那位携带臭豆腐的先生麻烦您先吃完，再去厕所刷个牙。Let's go!
这水滑，我给零分，动不动。单身狗没人要，蟑螂要，蚂蚁要，蟑螂要，蟑螂要。我欲成仙，快乐几天，变幻出神话，在风中流传，真心走过每个瞬间，带来对爱人款款交谈。所谓人生啊，真的是有得必有失。我有一个闺蜜，最近嫁给了一个富豪，在拥有了很多荣华富贵的同时呢，也失去了很多东西。哦，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烦恼。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开始，用毒毒毒蛇，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？多亏跑了两步，差点没上上海的车。你刚才看到王刚了吗？王刚刚刚刚走。哎呀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啊？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。你再往前半步，我就把你给杀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打不过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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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被我打败了，转头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你回不回去？回去。走呀。没试过。不买，不买，我哭了。你哭？我打滚了。你打呀。买个西瓜嘛，买个西瓜嘛，买个西瓜嘛。哎呀，怎么可能这样？哎呀，六，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我还是喜欢你，像风走了8万里，不问归期。情深深雨蒙蒙，世界之最。